要做报告。那么时间呢，大概我们这个安排呢是3点到5点，那么前90分钟左右呢，报告，后面我们留30分钟讨论。具体时间呢，请于院长自己掌握，好吧？好，我们请那个于院长，那个有请于院长，嗯。哎，陈总，金老师跟那金教授听得见声音吗？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听得到，到是吧？好，那我就说啊，尊敬的陈总、金教授、于所长、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为纪念新中国置怀70周年和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建院70周年，水水利学报陈小桃主编之邀，我们发表了纪念文章，非常感谢水利学报编辑部今天又安排了这样一个交流会，对新中国置怀70周年水利科学的支撑作用进行回顾。新中国之怀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伟业，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今天的报告难免挂一万路，挂一路万，不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水利科技进步支撑置怀大业70年》。汇报分五个部分，一呢是淮河流域概况，二第一次置怀高潮，三第二次置怀高潮，四强化流域面上治理，保证淮河持久安澜。五是展望。一部分淮河流域概况，淮河流域为我国东部，北面为黄河流域，南面为长江流域，流域面积2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和能源基地。淮河发源于湖南桐柏山，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向东流经豫、皖、苏三省，主流在三江沿入长江，长1000公里。总落差200米，除日江水道外，还有入海水道、苏白干开总渠和丰淮瑞溪水道等入海通道。这样的淮河，24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著作《吕贡》中明确记载，导淮自桐柏东汇四夷东入海。古代没有洪泽湖。洪泽湖以西大概就这个地方，洪泽湖以西啊，这个淮河的形状呢，跟现在的淮河大体是相似的。然后呢，流经疏溪向东，这个才淮阴再向东，再向东北，在这个江苏涟水的人体湾，这个入黄海。自古有"淮河之水，地中行"的谚语。黄淮夺淮，淮河水系的最大的边界就是黄河夺淮。1128年，这个开封留守使窦冲，为了阻止金兵南下，人为挖开了黄河。黄河呢，四河入淮。从1194到1185年间，黄河不朝北去了，不朝北住到那个渤海，朝南朝东南进了黄海。黄河南泛夺淮，给淮河带来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其中之一呢，就是形成了洪泽湖。咱们讲洪泽湖的演变和夺淮的关系。明清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这个经济中心在南方。为了把漕运与虚情刷浑就是黄河水啊，为理论，大筑高架堰，抬高蓄水位，形成洪泽湖。洪泽湖是在处理这个复杂的黄淮
运关系中是你的人口水库，而不是自然湖泊。这话是我讲的哈。洪泽湖实际上是个水库，它这个是没有洪，地上是没有洪泽湖。这个黄淮运就是黄是黄河，淮是淮河，运是运河。这个明朝的万历年间，它是湖建并存，这时候啊，这边是湖，湖是湖，河是河，这洪泽湖的面积还比较小。到了明中后期，随着高家堰，这高家堰的进一步这个加固，这个湖的东侧，淮河的东一侧的小河小湖啊，逐步汇为一体。到了清朝的康乾年间，这高家堰进一步筑高筑长，这个加固整个湖的西边呢，这小湖啊，也给它汇成一体了。这样呢，活湖就基本形成一体了。接着就是这个活湖基本演变就基本完成了。到了清咸丰1855年，这淮湖这边有五个坝，就井水坝给冲坏了，就吕坝冲坏了。从此淮河由海又改由入海为主，改由入江为主。今天的洪泽湖大概就这个模样，就是1855年以后形成这个样子。这个历代的淮河啊，它就是一个这个灾害频发的这个洪灾、涝灾、旱灾频发的一个流域。长乐不统计，统计建国70年吧，它这个就有较大的旱灾，就有8次，这个洪灾8次旱灾。你比如说有比较大的54年、03年的这个。这个旱灾1978年，这个2019年都，那我工作的这个30多年间，我经历了就4场洪水，1991年、2003年、2007年、2000年，平均9年一次，不到10年，这差不多就是按照频率一样是20年一次这样一个频率的洪水，所以这个洪涝灾害频发。这个淮河，我们淮河其他江河黄。淮河现在是排第三，关键是长江、黄河、淮河。淮河有什么特点？淮河灾害有什么特点？我这个总结那么几条。第一呢，就是气候因素，过渡带的气候。淮河是我们国家这个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对吧？这淮河是过渡气候过渡带，气候多变，旱涝交替，现在叫旱涝急转，就年内年季降水不准。治洪暴热天气多种多样，这今天不讲了。这个它这个淮河这个治洪的天气是花样多的。第二个呢，地理因素，南北地形不对称，这个体现在是关门烟是淮河第二个特点，就关门烟这个词儿，这是专门一般以我们淮河的特点，关门烟。因为淮河的南面是山丘处，这个山丘处面积比较小，多少1/3，山丘处是远短流积，北面呢是平原广阔，面积比较大。多少呢？2/3，波缓流长，但是这个南北两侧面积相差1倍，但是它总洪量、残水量是差不多的，南北洪量是差不多的，面积相差一倍，洪量差不多。这个特点就是三处洪水来得快，它首先到达淮河干流，占领主槽，然后顶多洪水，顶多北面的洪水，北面水出不来，再形成关门堰，所以南面的三水先到。北面后水来了水后下不来了，这些淮河变成典型的关门烟。三个是历史因素，黄淮多淮。我们知道中游比江，中游人家我们这一般河道比江是尾闾到比江，但是淮河是中游到比江，这个别人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特点。因为黄河溯溪多淮，淤积了中游河道，堵塞了下游入海通道，中游的水面比江非常缓。我们中游从这3万分之1到6万分之1，那仍然小了长江和黄河。说洪泽湖的湖底啊也很高，中游多面也比较窄。洪泽湖的湖底比上游200公里以上的淮南的湖底还高，所以形成倒比江，就是中游形成倒比江，是洪泽湖底高，上游的湖底低，然后那个洪水下不来了。洪泽湖的入海日江能力不足，就形成一个顶托，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淮河啊，水啊，大概发水的时候1个礼拜，快，涨水来得快，退水来得慢，涨得快，退得慢，高水位历史长，这是其他流域不特别的，所以这个我特别高水位历史特别长。这中游一旦洪水一旦形成，少则1个月，多则呢3-4个月，
有个例子吧，就最近的2003年，夏姓留邱姓，这个邱继宗啊被淹，这个夏继宗啊被淹，邱继宗啊种不下去，影响到第二年，就是一年受灾，一年洪水，两年受灾。这个16年淮河又一次下面又是秋季，把水稻都给这个烂掉了。这淮河这个洪水历史特别长，这是淮河地这个，我们想想，一个地方淹7天，或淹70天，或淹3个月，那肯定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淮河淹没历史长，一是人为因素。这个因为这个淮河两岸是中原发展什么名字？发展地中原地区啊，这个两岸西洪水密布。地势低洼，这土地还肥沃，人口密集，人水耕地尤矛盾尤突出。人水耕地在我们国家都比较突出，它是淮河比较更为突出。信息洪水启用频繁，这个灾害损失重。那么统计一下淮这个大概概一下淮河这个特点和别的流域不同特点和它的造成灾害的原因。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淮河的特点。先来讲第二个汇报，第二个这个第一次，先说第一次治淮高潮。15年那场洪水，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治淮高潮。1950年6到7月间，淮河流域连降暴雨，部分地区降雨量才短时间达到700多毫米，为40年来所未见，是新中国遭遇了第一次流入性大洪水。淮北大堤在莫河口、娄口、吕三坝等处决口。干支流专漫82处，流域受灾面积达到4687万亩，受灾群众1300多万，房屋倒塌89万间，损失巨大，严重的影响了这新生共和国的发展。这个1950年8到9月间，短短2个月，忙于为抗美援朝做决策的毛主席，就救灾和淮河治理。先后做出4次批示，并将最后倒淮然后治淮。我说一下，这个新中国成立前，这个民国政府也这地方，他们就倒淮。曾经这个蒋介石还建立个倒淮政策，但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开始治淮。政务院政务院这个开会议，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颁布了关于淮河治理的这个决定，设立了这个政法委员会，提出了修宪建设治理方针。淮河啊，成为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江大河。这个修宪建设，它是那次会议上经过的周总理提出来的"修宪建设"这个字儿。现在这个修宪建设啊，现在不但是治淮的方针，恐怕是我们国家所有大江大河治理这个字儿。它这个字这些四个字儿，首先当然其他字儿修宪建设。这个西为主，这兼州什么两岸左右兼顾，上下共治这样的。它修宪兼州这个第一条是那次会议定下来的。1951年5月，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治淮高潮。这是第一次新中国治淮高潮的由来。我下面解释修宪兼州这个方针什么意思。上游新建水库拦截洪水，中游。利用湖泊洼地修治洪水，整治河道，沉泄洪水；下游扩大入海入江，这个下泄洪水，这叫修宪建设。首先讲拦截洪水，是上游进水库。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水利科学人员，这个转战大别山，相继建成了福子岭、梅山、响洪岭、墨子潭等大型水库。开仓了新中国大坝建设的先河。你看我们这边几个水库，都当然就洪泥陡坝。52年、54年福子岭，54到56年是梅山，这个下面是墨五六到六零就墨子潭，这个五这个下面的是56年5到58年是响洪岭，这个库容都是大的。你看这个响洪岭都得20多亿，坝高也80多米，这在在当时新中国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福子岭大坝是第一座实行这个连拱。连拱大坝、洪秀全大坝，这个大坝是新中国第一坝。这个建立福子岭大坝，形成了成个大学，叫什么的？福子岭大学，为我们国家贡献了80%以上中原技术人员，走出了像钱正英认识，钱正英前任是那是前就是前部长、前主席那时候是工程部副部长，
像这个朱八方、曹操的那些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的人，后来成了我们国这个国家的工程大师，都成认识了。我们这个认识呢，就是三位认识：钱认识、朱认识、曹认识。这个祥链呢，祥链水库呢，就是我们国家一个重点大坝，重点大坝。然后这个当时这个后来做了这个白莲像这个梅山这个下面这个墨子潭又做在这夫子林上面，作为我们梯级开发第一次梯级开发平台。后来到第二次计划又做了个白莲水库，这三个梯级，这梯级开发也是在我们这方做的。这个上游水库建设靠什么呢？靠什么呢？靠材料学科的支撑。这个材料学科这个支撑呢，这个建设呢，产生的就这个支撑了我们五大水库的建设。因为我们会想象今天的这个新中国成立，物资匮乏，科技落后，当时我们连振动棒啊。都是要仿制的，当时还是通过香港主导进口了两个振动棒，还坏掉一个，后来剩下了一个振动棒仿制了，所以我们整个这个大坝这个混凝土基础啊，都是靠那个仿制的振动棒的基础上造的。可以，当时我们一批的年轻的大学生，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研制仪器，研制这个标准，这个建设了我们的自己的水库。这个你当时包括一些常规的建筑锅实验、配合比实验。外加计时线、结构人形观测等等，这个特别提及的是，这个朱八方认识呢，第一次在我们这个祥红链坝设计中呢，就采用这个去进行的混凝土温控计算，后来又开始这个动力实验、四轴式仿真、实体模型等等，这个大坝建设，同样的这个大坝建设呢，五大水库建设进一步呢，产生了材料学科的发展。这些水库啊，到了91年大水，就第二快到第二次就会高潮了。过了40年，这些大坝就一直发挥很好的作用。有些大坝也为了这大坝的加固，也钢筋为混凝土、微膨胀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耐磨混凝土、特制混凝土，也就把这混凝土的防护材料等等加固了以后，这些水库都进行加固，这几个水库全部都加固了。加固以后，这些水库到现在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你看，今天这个加固后的这些钢筋为混凝土加固后的这个水库，富士林水库，还新的样子很漂亮。这是像加水库，第二个是中游承接洪水，是大规模堤坝建设。上面是水库，下中游是堤坝。到了1951年春，淮河上安徽段的腹地啊，就完成了。50年冲的堤坏了。工地方是900多公里，完是土石方2000多万方，因为当时啊基础非常薄弱，全靠人推和人海战术手推肩扛，怎么来保证大规模地方建设质量？这治海委员会工程部，也是1951年才办过，成立了土工实验室，组建了钻井分队，分沿淮各地开展土工采样和土工实验研究。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啊，治海委员会啊，这个也在这个富子林水库有材料实验室，在那几个水库工地成立了水工实验室。1956年在蚌埠就正式建立了水工实验基地，就这个进行水工实验基地。在这些基地里上，淮委把这几些这个工地的实验室在蚌埠合起来，成立了淮河水利科研究所。这是当时经过水利部批准的，这个我们国家最早的6个新的这个水利科研究单位，国家级水利科研单位。这个第一任所长就是留美的孙培旭博士，当时是淮委的副职工。我们现在还有当时傅作义部长这个签发的任命状，在这个随着这个治淮的这个发展。这个淮河水库所逐步的演变为今天的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研究院，也就是我们院的前身，这么发展过来的。在这个当时这个堤坝建设中呢，我们聂所志说，聂所长提出这个一线限度、缩线限度联合测定办法，也是当时的土工实验规程，到现在还沿用到今天。还研制了。惯性力势双向振动三振动是三这个振动三柱仪填补了振动异化测量仪器的空白。目前呢，仍广泛运用了
图这个测量实验，图同力特性的测量实验。这个就是在这个土工方面的渗流理论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锅火蒙城锅火，这个锅火上最后一级控制枢纽，锅火有好几级，四五级控制枢纽，所以湖南到安徽很多控制枢纽，就是靠淮河最后一级的控制枢纽，是最大一级控制枢纽。这个枢纽1958年2月开始建设，7月7号建成了，7月14号就倒了。这个1959年1月份呢，在它上处是人民的100米处再建个闸，就这个闸。1960年5月份竣工这个闸，现在我们在这个水库在下面还在做了新一个闸，因为这个蒙城闸当时没考虑航运问题，现在考虑这个水生态问题，做了更大的一个闸，这个闸也50多年了，这个做了更大的闸在下面。当时分析啊，这是第一代蒙城闸，第二代蒙城闸第三个蒙城闸是三代。分析这个事故原因什么？渗进不足，闸基软弱，水压渗透强烈。建筑物突然呈现扎实全部毁坏。为了解决这个渗流问题，当时这个淮委组织这个我们这个吴老师啊，还很多专家，包括南开人毛长兴、毛老还都在，一辈子岁了，还在上班，提出了这个多层地基减和减压井沟井渗流理论，解决了这个淮河上的渗流问题。这些成果啊。成果有了棒补闸，淮河地方的建设保障了工程安全。这蒙城闸口淮河上没有再出现引的渗透破坏，而出现工程实施的事。这个渗流理论待了7-8年，国家科学大会讲。下面讲一讲干流的控制枢纽。淮河干流，这个千里淮河干流上一共有三座控制性枢纽，那分别是任河集、棒补闸、宁淮冈。这个三个枢纽这个坎坷的命运反映了咱们知淮的艰难曲折与辉煌的过程。下面我一个个来介绍。先讲任河集。任河集是控制枢纽。这个枢纽呢是叫徐洪枢纽，1951年3月建设，51年7月底完工，100天。还有这个有蓝河闸、镜湖闸，还有一些这些固定的活槽、蓝河坝的走用。枢纽倒是比较简单，1954年7月4号蓄水，就冲坏掉了，这个两个闸都冲坏了，整个工程实施。后来分析这个原因呢，第一个呢叫这个镜湖闸，这个整个枢纽啊，水闸没损对，他当时他们想这控制了以后呢，下面正阳关限量是6500，实际上是小了。现在我们控制的标准是54年放大型是10000个流量，你看它是按照6500个标准来设计的，所以这个标准设计少了，就是当年的50年那个水闸没送清楚，水文的东西没弄明白。第二个呢，还没好好做水库模型实验，这个空库进闸一下就给冲坏了，一进闸就冲坏了，小能工没设计好。第三呢，这个闸门调度啊，要不然我们现在有很多讲究，它闸门笨重的很，调起来不好，流量呢调节不好。第四个施工质量。100天就做好了，所以这个任河集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咱们搞了第一个工程，100天就给它做起来了，结果一场洪水就完了。这个后面呢，跟当时规划做了棒补闸，棒补闸是淮河上也发挥比较好的，这个第一次治淮高潮比较好的一个闸，这个闸呢也现在的棒补闸枢纽啊，是28孔深孔闸、12孔接齿闸、老闸、12孔新闸、分洪道、船闸、变闸，几大部分组成，都是大一型枢纽。这个老闸是58年做，它设计限量15000，落差30公分，当时困难呢，它就没有做效率池，闸下效能够不满足要求，所以开起来非常麻烦。这个一直不好用。70年就做封，在这边做了个分洪道。准备把这个水分掉一部分，结果这分洪道限量有，因为地形比较高，限量也不大，还是不能根本上解决这个老闸的效能问题。到了2000年以后，这个我们才扩建了这个新闸，这个通过模型实验，这个新闸做了非常好的效能工，这是我亲自做的，这个效能工做老家老让人家老，这个弥补老闸不足。这样呢，现在的棒补闸落差是12公分，原来30公分，
限量呢有从15000变到130，这2000跑哪去了呢？国会后面再讲，跑到别地方去了。这个整个枢纽限量也减少了2000，罗萨也少了。这个但是老扎本身只有8600，也比将近比人家减少一半。通过枢纽调度，让新扎先开，我们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巴姆扎这个枢纽的效能问题。有两千2003年以后，吉善洪水这个扎用的非常方便，很安全。巴姆扎一个这个60年巴姆扎怎么做的，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个扎。这是前几天车辆长照的，这个巴姆扎这个也丰产了，这个今年水比较枯，这滩地上的粮食都长上非常好。下面讲淮河最大一个工程林慧安。1958年，为了这个经国务院批准，毛主席同意现在林淮江水库，为了防洪，为了灌溉，1962年就兴建了。淮河上很多工程是半拉子工程，这个林淮江是典型的半拉子工程。1971年，这个石头发生变化，从林淮江从这个洪水这个水库变叫洪水控制工程。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林淮江洪水控制工程？这也是淮河人的一个发明。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第一个几大条件。这个淮河这个郑源关中附近有很多信息洪柱。第一个条件是在信息洪柱都用使用的前提下，如果干流来水小了几千，这是林淮江不使用，全部是敞泄，跟现在的模样不变。当下游这个水超过7000，我林淮江下匝控泄，抬高上游的。沿淮的湖畔洼地和信息洪柱的修水位，增加库容2.3亿，这个呢总库容达到86亿，这样呢总的目标是保证郑源关水位26.4，留在限量不超过1万，这样一来呢，使我们郑源关以下整淮北大地，包括城市矿区，从防洪标准从不走5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就是现在这个标准。这个林淮江工程呢？是号称是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和并齐的淮河上的最后一张王牌。原来陈启湖是最后一张王牌，现在这个林淮江是保护淮河的最大一张王牌。它的建筑包括这个五个，就是几十公里的大坝，也大坝哈，几公里长，还有两座船闸，这个深孔闸，这个。这是前孔闸、江头沟进孔闸，另外呢还有2座，还有这边后面有一个闸叫陈启湖退水闸，后面还有个闸叫这个江南湖退洪闸，一共7座闸组成了一个特大枢纽。这个林淮江它是一个半拉子工程，这建筑物也在用还是不用？这个怎么用？是保留还是撤除还是改建？这个做了以后的争议都是非常大的。就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围绕林淮江，我们做了，包括这个做了大量的水工、河工模型和索性模型研究，为林淮江工程的测试，里面这个东西到底测还是流，改建还是扩建，提供了很多这个支撑。经过2003、2007年和2000年的洪水，这个考验这个林淮江，2000年竣工以后啊，还是用这个是2000年差不多建好了，这个效益非常非常巨大的，这是对了安徽省进步科技进步一点讲。我就主这个东西开了大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火洪模型。因为林淮江我们前面讲了，它是靠淹没来抬高水位，这个一淹没都很敏感。淹水下，这跨上上游就是河南、安徽两省，当时我们做了实验，就是林淮江抬水这个蓄水以后，淹到河南和安徽交界的王家坝，大概增加60平方公里的面积。这个河南省也不放心了，又委托南京水库人再做一下，这个再做一下。再做一下以后，结果基本是一致的。所有的重大的问题都是几家联合来做的，所以这些科学研究，那不像当年这个做这个你这个人格计量的，人家做了大量的研究，这取得很多成果，保证了这个建筑物的顺利进行，现在运行非常好。下面要讲这个蓄水洪柱，中间还有一个需要就是设置新洪柱，这个淮河了设置21处新洪柱。后面我们要重点讲新洪柱，这个21处的新洪柱为保障淮河的防洪安全起到主大的作用。另外呢，就是除了泄，我们知道泄了就是
淮河中游前面讲的，有了黄河的淤积作用啊，限量非常小，可滩主潮流量就是蚌埠下就三千，上面也就两三千这样的，淮河泄洪水13000，你想想这个主潮很严重不足，这不对称，差几倍，所以扩大中游吸量，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这个70年代以后呢，我们中游开了3条新河，四淮新河、淮洪新河、新汴河，这些河啊接力进了红色湖。就在那个小淮河上，在淮河的北侧，这是淮河啊，在北侧开一些河道，直接进了洪泽湖。下面分别介绍这个磁淮新河。磁淮新河是直接从鄯邑河上水，不进淮干，到接下来，这个71年开工，85年竣工，期间呢发生了68大水，这个泄量有变了的，上下从上到下的四河部等等4个枢纽，磁淮新河一个是分洪。是吧？分割鄯邑河的洪水，结果呢，它解决了这个引河以西、沽河以东的内水，我们淮河的涝害是很大的负担。夏季标准是排涝是14000到18000，排洪的是20年预，是2000到2400。另外一个就是淮洪新河，淮洪新河和淮河它是接力的，这个两河它都跑到淮河，再从淮河分起来。这里面也，我回来再说。这里面也是很考虑很多。72年三峡动工，80年缓建，91年疏导建，03年基本完成。这里面也很多控制枢纽，它是分，它是个磁淮新河形成接力分洪，分淮河洪水直接进了洪泽湖2000，同时解决沽河以东、新汴河以西的排涝问题。这样的这几条，淮洪新河、磁淮新河加新汴河，如果不分洪的话。也基本上解决了我们淮北地区的内涝问题，现在还有水资源问题，这也是规划还是非常合理的。这里面这几条河建设有很多问题，现在我讲一个科学问题，就是这个口门问题。因为我们大家想，淮河是个小大河流，这个不会有怎么淤积的。当年做这个磁河部的时候，因为它是从鄯邑河分洪，鄯邑河淮干大概是。不到1公斤含水量，鄯邑河才4-5公斤，但是可能经验不足，他留了很长的盲肠河道，500米吧，后来一做起来就淤积完了。幸好钱主席要求他从2000变成2400限量，结果淤完了以后呢还不够2000。他主要我分析一下主要的河源就是盲肠河道比较长，回流和溢流淤积，所以造成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很多专家去分析过，我也发表过论文。他这个问题现在也没解决，因为这个磁淮新河这些年，这个分洪的次数不是太大，也没到一直没分到2000，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处理好。到河象足大的时候呢，河象大比磁淮新河还复杂。河象大是从沽河分淮河洪水，用淮河的水先倒到沽河里面去，再进淮洪新河，或者是沽河的水自己也进淮洪新河，它是双向的流，沽河本身来水，还淮河的倒进淮洪新河再进去，所以它的布置啊。比那磁河部还复杂，当时设计的时候啊，他把这个闸呀和磁河部一样的，离口门离了很远，比磁河部还远，磁河部是400米的，离了800米，他搞着设计也好了，实验也做完了，就这么干了，但是中间停了，停了过些年以后呢，大概96、97年都换人了，设计也换负责人了，实验换负责人了，当时我就想这个，后来我们接手做的时候，我充分想起这个实验的教训，后来我们采取3条措施，第一个呢，把这个闸。朝上挪了几百米，顶着那个口门，交出了伺候部杂那样的，这个叫盲肠。第二，这个闸向对着淮河方向来水，因为淮河，我想淮河应该是主流，应该是对着长，经常来水应该是淮流，淮河，伺候部就是过河来水应该不是太主要的。这是第二，它基本上也没什么回流。第三，过河来水怎么办？过河的侧向来流，因为这个挖淮河新河啊，它有很多气头。我在前面做了很大一个分流岛，这个分流岛让这个沽河的侧向水很顺畅的导到这个沽河里面，到了磁淮新河里面，到了这个货向闸里面，这样呢，这个几个方向来流都解决了，淤积问题也解决了，确实这个方案做得不错，这个也解决了这个工程的气头问题。这个当时我们单位有一个老总在那搞监理，他老给我讲，老小鱼啊，你怎么做这么大的分流岛？他们当时因为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的分流岛。前面在淮，后来我们在这个做泥块钢的时候也采用这个方案，后来证明这个你以后用这个方案是非常好。无论是沽河来水还是淮河来水，无论是分洪还是
还是这个饮水，这个藿香茶冲浴都非常稳定，流向非常好。这个讲的这样回答一个问题，当然，四环星河这条大河，这条大河它还有其他科学问题，我就不说了。那九宁大水引起的第二次智慧高潮，我们知道这个91年，这个淮河流域又发生洪涝灾害，一共呢21行洪水用了15处，直接损失了340亿元。当时总理李鹏总理啊，就是淮河来视察，李鹏总理讲啊，淮河损坏仍然是我国的安徽的幸福之患，淮河不根治，安徽无宁日，引起国际领导和社会国家的极大关注。这个呢，在坚持修宪建筹这个方针的修宪建筹，这时候讲以谢为主。这个我们这个修宪建筹51年提出来，叫91年提出来，就是修宪建筹以谢为主这个方针。这是淮北大堤加固，丽江水道的加固，这是丽江水道加固。这个丽江水道当时讲过12000，现在也过不了。九一大水也过不了，过9000个人了不起。这个然后疏解的封块淤积，封块淤积相继过3000啊，也过不了，实际上也过不了。然后呢，开辟了这个内海水道。这50年第一次治淮高潮时，我们做了个量，收白干的总数是一千个入海，实际上也过800个流量。这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内海水道，也做内海水道，这个是过2270。这样呢，19些灌工程呢，基本上就是。以防洪除涝，它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洪除涝，洪水涝水，它是个骨干工程嘛，是个点呢。所以这个19些骨干工程呢做好以后，淮河防洪框架基本做成，基本建成了。这些十九项，91年就是19项骨干工程，大头安徽大概占了14项吧，19项啊，主要在安徽。这个在这个加强建设的同时呢，也对淮河进行反思。当时我记得这个淮委来新主任是部里派来的，叫袁国林主任。这个袁主任来这个淮委时间不长，但袁主任发现袁主任还是水平很高的。袁主任下来思考。我记得大学以后，他在我们这个万博的院的3楼，他做个学术报告。他就说啊，淮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条河流？跟淮河、长江，他当时讲海河，他讲他可能天津人，那海河是怎么样的东西？他的海河都不过水了。淮河经济这么水淹成这么样，是不是就海河成了海河？他老讲海河，我记得你认真讲。他说我小时候呢坐船到北洋链去，现在都没有了。你这个要一条洪水就淹成这么样，淮河是不是将来成了海河？是不是萎缩？这个疏沙是不是在变化？这个河溪流是不是变化？人主任思考还是比较深刻的。他不是跟长江比，他老把这淮河跟海河比。这个确实引起了反思。这样第一个问题，这个他就说这个你现在做了这么多，这个堤库水库啊，这都做好了，这个是防洪布置是不是就非常的合理了？不是，还是要研究。一个红色湖的问题，这个红色湖是中游这个连接河道，这个红色湖啊，到底现在的湖湾到底是怎么个一个说法？所以啊，他进来，特别是淮湖的研究，他引起我们重视。这个在这之前啊，我们做工程多，研究淮河本身很少，所以当时在淮委领导下，我们1991年，我们正式开展了联合的河海大学啊，这个南京社科院，我们正式开展的淮河的研究，这个淮河特性的研究就是那九堰大水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也在开展这个研究，几十年了。首先呢，我们这个成果也比较多，我简单介绍几个规律性的东西，这个淮河中游。水它特性和变化规律的研究，这个总体来讲，这个淮河啊，经过70年，现在这个全球变化，这个水文账我们看了一下，淮河的水账啊，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实际上是无下流的径流，就是啊，这个有的地方不是淮河、黄河径流要减少，淮河的径流总量啊，没显著的减少，这是一个概念。这我们再讲，淮河的径流总量70年来，没怎么减少。它的疏沙量和含沙量减少很多。原来以我棒无亚的为例，2000年以后的含沙量基本上稳定在0.2公斤以下。这个总的疏沙量这5年是1/3，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我们从理做些理论工作，比如泄沙力啊、计算呐、这个等等这些一套理论，
这个河床演变啊这些理论，我们把这些理论用在这个淮河治理里面，蚌埠段呐、这个王林段呐、这个积了这个，现在都用了我们这套理论。而淮河的本身，从这个时空上我们做了分析，实际上从50年、50年到80年这一段的淮河总体上，中游这一段，安徽这一从中游从王家坝到洪村出口这一段呢，总体上它是淤积的。80年到2000年以后啊，2000年左右，它是开始由淤积，然后冲刷，2000年到现在的20年，它是冲刷，表面冲刷，这是实际上空间上，从这王家坝，从河南这一块到安徽的正阳关这些，它表现过淤积。从安徽一段到安徽的交流线，安徽这个整个安徽中游的境内这一段表现冲刷，到洪泽湖这一块，安皖苏两界交界的这一块地方，这个表现为淤积。这个注定我就不说了，这个从这个规律就是时空、时间、空间、淮河它的一个变化规律，我们要弄基本上弄清楚了。另外呢，从这个这是刚才是从水文角度，从地形测量角度，我们看这个淮河啊，这些年整个是下切，淮河往下切。有的地方下潜很深的，8-10米，整个都是下潜，逐步的下潜的比较深。这个通过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淮河啊，在自然演变下它是比较缓慢的，平面形态，淮河平面现象还是比较演变的。前面我讲了，洪泽湖以上或2000年以前基本上变化不大，平面主槽呢基本平衡，围冲围淤，滩地呢。从的幅度也不大，0.5米以内，但是这些年淮河掉下去很多。常人类活动，我讲白一点就是踩沙，造成淮河剧烈的下切，就是人类活动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然演变。我们用受限模型演这个复演一下，恐怕现在的演变100年以后，如果按照现在条件也难以复演。所以这个淮河的中游的变化特别的剧烈。最根本的原因是强人类活动。另外，我们的洪泽湖，这个首次的洪泽湖系统研究，这个我简单说，洪泽湖总体淤积的排沙比是0.5，什么意思呢？来一沙来进入洪泽湖这个沙，一半淤在洪泽湖了，一半给排走了。这洪泽湖总体是淤积的，但是这些年慢慢淤积减缓了。它淤积的有些不，它不是全部淤积，它在这个泥河洼。和日湖湖段这一段淤积，这一段一般这个在这净湖大概0.35厘米，到这个啊就是一年这个3毫米吧，2-3毫米半平均的，这个地形测地形测出来的，这个泥河洼这一块就是1年0.25毫米，这个累计起来也很厉害啊，这个所以这个洪泽湖的淤积啊，有大部分就是它的平衡的，现在洪泽湖的库容还有些变化的，洪泽湖里面也有采沙。这个现在踩沙打击的比较重的，它总体来讲，我们讲洪泽湖啊，它这个淤积量啊在逐步的减少。按照含量是给我们预测的，如果按这个淹是洪泽湖的寿命还在200到300年，这么的一个样子。这是前面这个我们9年以后啊，我们对淮河本身的认识其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第二个呢，就是38项工程。淮河有19项固化工程，38项工程，这些不同提法。因为这个38项在做19项工程同时呢，接着发生2场洪水，03年、07年2场洪水，这都流入性洪水。其中03年洪水呀、啊，这个是仅次54年的流入性大洪水，是第二大大洪水。这个就是差不多淹的也很重的。这19项工程发挥作用了。但是问题还不少。这个当09年12月，在石牌19项固化工程建成之际啊，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进一步指淮。这个工程怎么提呢？19项叫固化工程，他们提出来要进一步指淮38项工程，这个新38项工程这么提出来的。这里面就是包括哪一些呢？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加个几个重点的。一个首先第一个。前面我们怎么讲的？形容调整，河道的治理，第一节就行。淮河中游的形容调整，河道治理。第二个呢，那还说到二期，第三个就是洼地治理，其他类38项。到了这个03年以后呢，这个当然这现在的思路
也不管就是这个洪涝灾害了，什么通到自然水利、生态水利这些事情也有了。下面我把这个大十八项工程的建设和它的科学支撑问题简单抄几样讲一讲，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个治淮是一个万工程，和60年来已建设的其他的治淮工程，构建了淮河流域防洪除涝减灾的体系。它这泄洪处频繁使用，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这就有那么几，我总结有那么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泄洪处标准低，频繁使用，这个我们统计了，从50年代我们安徽。新洪处累计使用150次，150多次，那乾坤之灾呀，都是长江流后面冲个那一几十亩地就完蛋了。因为大坑以后再也不能种地了，就沙化了。一个是坑底下沙化了，这个我们这个淮河是粮仓呀，这个地完了就完了。所以这个里面，这个泄洪复地困难，首先是土地损失也很大。第三呢，这泄洪处啊里面深度贫困处，这个人住的人也很多，每次转移群众代价非常大。第四个影响也很坏，一炸那个炸，人水能泡2万米高。微信一照都难看得很，这个，那些老百姓拖家带口就逃难一样的，这个下滑影响非常坏，所以这个泄洪处的问题啊，38项工程，党中央、国务院提起来就解决这个问题，泄洪处调整一定要做到位，所以这个泄洪处调整是新的工程第一大任务。我今天重点讲一下泄洪处它怎么做的，在我们这一轮调整之前，淮河前面讲了，我们有21处泄洪处。4处蓄洪，17处蓄洪。这个行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的行洪处是淮河的一部分。当淮河流量不足的时候啊，我用你来替帮我行洪。这个流量有多少呢？20%到40%。实际上呢，还有行洪处啊，还有1两亿那个库容，还有相当大水库是险蓄后洪。和行洪处我想出来，它主要的功能是行洪。蓄洪处呢，就是往里灌水，是吧？它修治洪量，这个我们这个淮河有多少60个亿？往我们安徽这一截子，相当正阳光流量20%，洪量20%，50年有，所以很大的50个亿洪量，也是很大一个东西。这个加上这个修治洪水什么个作用？一个是修洪，一个是泄洪，泄洪它也能蓄洪。这个行洪处怎么来调整？其实前部长、前主席有个思路，叫三个一部分。我总结一下，这个话是我总结的，但是这个大概思路是这样的：第一个的低标准泄洪处，我们就废了，实际上就是98年大水会朱镕基总理讲的退田还湖，我全部不要了，这个泄洪处我全部还给淮河，叫退田还湖，这样扩大河道的多面，增加河道泄洪能力。第二个呢，中等的，我一部分退田还湖，一部分保起来，要么做个城市，要么做个耕地，这是第二个一部分。第三个一部分，那就是。大的泄洪处，泄洪能力比较强，库容也比较大，那我好好对待你，我把你加固、建闸，让你及时使用、灵活使用、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我讲这个三个一部分，我总结就是三个一部分：小的还你退田还湖，中的一部分退田还湖，一部分保下来；三的维持现状，加强改造提升，这些是我们大体上一个思路。这个围绕这个三个一部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个三个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扩大中游洪水出路，充分发挥行水功能，优化行水布局，这些关键技术问题，或者说重大工程建设，我们在前面开展理论研究基础上，开展大型的实体模型实验，因为二回水动力模型、数学模型，有力的支撑了这些工程的建设。另外，这是我们在蚌埠做的大型的洪洪模型基地，这个建立了整个淮河中游的数学模型。跟这个中国水利联合起来开发了水沙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几十年来，
有力的支撑了这些工程建设。这个首先建设大型混合模型，这是这个关键部分。这个从80年代以来，一共建了这个整个淮河7个大的混合模型。我这个讲大混合模型，150米以上长的这样大模型，一共做了7个，其中南京水工程做2个，我们院做了7个。最大的一个就是支援湾的泵浦这个模型，这个现在在合肥做的这个模型。下面简单介绍，第一个呢，这一段上面的一个模型，就是正淮段的这个模型，这现在正在施工了。这是这个瘦西湖东文湖，它最后的结果是瘦西湖湖东一湖保留，身份不变，间杂控制活动属性。这是这俩形组，下面就是蚌埠，就是淮南到蚌埠这一段，这一段呢，这几个形组有石窑段、罗化这两个形组，这两个形组就是一半退到淮河，退掉了，一半变成淮南市的一部分。金三湖这个大一点形组就保留了，现在保留退堤建闸促进。你看这个金三形组做好了，在这些形组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我主要介绍这个。这个就是这个下面这个这一段支援湾的蚌埠这一段形容柱，这个形容柱一共是八个形容柱。这现在我们在合肥啊，为了形容柱专门做了一个模型基地，这个2万多平方米，花了不少钱做了形容柱。这里面研究这个八个形容柱，这形容柱一共有8个。我从1997年开始研究的，今年等我退休，从35岁到60岁，8个解决了5个，还剩3个，平均5年1个。哪3个没解决呢？上流方堤、下流方堤、唐氏湖，这个画了红线，这几个方案人来不是没搞，反反复复，一会这样一会那个方案。这上流方堤人来是第一步，一共3个堤就是人来退给淮河，现在一看也不行了。这个唐氏湖来是保护处，现在也不行了。这里面就是后面讲，它是个土地问题，还有其他问题。25年啊，我希望在我这个近期这个我的这个有生之年，可能我对我自己不这个，但是最近几年能把这个剩下的3个完成，这个三个完成，因为这个国务院要求这个水利加大水利投资啊，这个3个行政柱我估计也快了，就是5年1个的行政柱要不了5年，我们最近1-2年能把剩下的3个解决，这个看可见，今年了从好几任总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后来我们还讲一讲。另外呢，就是蔡振东是口门，我们讲了这个口门跟一般的闸不一样，它存在我总结几个问题，在从用的口门，你看原来是8口子，你要口门往里面淮河的进水，上面淮河水很高，那个行洪处里面是空库，突然之间往里放水，这是很危险的，这里面人很多的，这个。它存在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这个老是不用，10年用一次，那咋样会淤积啊？前面我们讲的有盲肠沟的淤积啊，这个突然采用咋也冲啊，不可冲坏掉了，你用过就被冲坏了吗？第三个这种闸呀，它是侧向种植，弄不好不进水，它侧的做旱闸，在做个旱闸在里面，我们有的，我们那有淮河上的闸有的，做成旱闸。第四个双向径流，它这个现在淮河我们做比较科学，这个闸呀。都能双向径流，就是快呀！我要这个封洪的时候，我短短几个小时，我就把这水降下来。所以个闸，这个正向进水，一个反向进水，就这样一个闸，就是倒向2万多个流动。这样呢，这淮河的衔接也是要非常讲究的。它一般水闸不一样，就我们做了很多研究。这个比如现在用了江塘湖啊、金山湖啊这些闸，境内洪闸效果都是不错的。具体过程我就不说了。另外呢，我们这个。除了开展的大体一些大型的湖工模型、水工模型之外呢，我们这个要开展这个塑形模研究，就是合肥这个大模型。当时淮委的领导叫这个霍兰的专家，他一看这么大模，霍兰的水不长，他看这么大模型5多米长，转一圈1公里多，他得做这么大模型要花多少钱？我说花几个亿，他说你，他头一摇摇，我想这地方整治要花几百个亿。1/1，他回来讲可以，就这个实际上这个做实体模型呢，确实很花钱，而且这个时间太长了，一辈子我基本上我们还有几个年轻人跟着我，也是一辈子从年轻人做到退休，
从那个助工做到教授，再做下去，这个时间太长了，现在时间太长了，这个周期太长了。如果我们人性观测，淮河十年发次洪水，你也观测不到这个人性资料。所以这个随着这个学术发展，斗学模型必然提供在那个这个历史上，它的建成它这个继承实体模型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开展斗学模型研究。这个大概2000年前后，我们的系统的开展了这个20多年了，淮河斗学模型开展20多年了，构建了淮河中游水文、水流、水质斗学模型库，为中游的洪水调度、河道治理、新入调整提供支撑。这个斗学模型，我简单一下，就是整个斗学模型，不管是中游了，所以说我们从上游就开始搞了，包括上游，包括主要的支流，都整个有了。这个包括这个水质模型也是这样的，泥沙模型呢是干流，还有一些主要支流都有。这个斗学模型，我就讲一讲斗学模型进行哪些问题。斗学模型就是一个行洪处的人文评估，这我们淮河上现在争议很大一个问题。这个规划设计上老讲，行洪处过3年流量，实际上每年一到过洪的时候就过不了3年个流量，老是草，草来草去，就是这个淮河，有人就问，38项工程完成以后，淮河是不是就达到百年一遇呢？恐怕还要打个问号。这里面核心一个问题，这行洪处能力评估，规划上给3000个流量，实际上它是不是能过3000个流量？我们通过这个斗学模型，这个帮我们做了很大的涡流模型，涡流模型也很大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和这个行洪处歇量，我就不一个个的解了，这21个行洪处，我一个个给你做了，哎，也有够的，也有不够的，所以这个志怀后面任务还是很重的。另外就是这个水沙模型，我前面讲了，我记得这个当年袁国林主任讲了一句话，大家天天挖河，天天挖河，一个县两个县的挖没了。这个你我们淮河挖了多少？淮北的都挖了多少河？淮洪新河、慈怀新河、新边河，包括江浙省很多新河，淮河上都有新河，这些新河加起来一两个县确实没了。现在老原来是挖河，现在就退堤，一退1公里，几十平方公里没了。所以说，新洪水为什么刚刚我前面讲的几十年关卡不批呢？就是现在这个治理方式，退堤、开分洪道、占用土地太多。到朱镕基总理之前，我们还是退田还洪。温家宝总理开始后，十八亿亩洪堑，那就是贯彻的方向。所以现在我们要贯彻这个概念，这个治水思路要发生有些很大的变化。就是是不是会苏浚？在这之前，淮河一般都是干这个。我们是不是会苏浚？这个苏浚到底怎么苏浚？会不会回淤？什么时候回淤？回淤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需要回答。对我们这个做了一道水这个河网数学模型，这里面中国水利院韩奇威院士团队也帮了我们很多忙。我们这个整理了建立了这个中游，这个中国水利院我们一起联合开发了整个中游的这个水下数学模型。这个数学模型建立应用在这个首先应用在蚌埠以下到底怎样治理，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了。去年您2022年的洪水验证，这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王林诺跟河南交接这一段，也在搞，也是我们在独立在搞。所以这个水沙数学模型支撑了淮河这个河道疏浚，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胆量和底气，才淮河能开始大规模的长河道疏浚。第二，洪水调度，淮河洪水调度，尤其行洪两个调度是一个非是是个难题，是一个难题啊。这个我们用的数学模型做了不少工作。第一个就是洪水传播规律，这个行洪处一开来，淮河水能倒流，往里面有时候我们做模型知道，这个水啊从下游往上游流都不有，它的行洪处倒着开口子，怎么来研究这个行洪处开启以后这个中游这个洪水传播规律？我们总结了五个阶段，这就是单个行洪处5个阶段的洪水传播规律。第二个是呢，研究每一个行洪处怎么开，就是最佳开启时间，这个怎么开，就是单一的行洪处怎么开，也是什么开的问题，包括分洪道也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些行洪处21个行洪处，包括这个泥灰缸怎么联合调度问题，就是我们用这个的解决了很多问题，我就不怎么继续讲了。这个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行洪处的问题一个个的解决，就是洪水传播规律，
他哪一个行动影响到什么地方，开这个行动处，啊，到哪里我就知道了，你开哪一个。首先呢，规律不搞清楚，这个行动处它是开少，影响少，不是影响到淮南，我就开洪水地处九城，水来哪地方我就开哪行动处，这样的，从规律之手，比这个平常这个在家这个速水模拟，我们基本上解决了中游行洪处的灵活调度问题。但是水质，因为淮河有个特点，淮河这个北方河流啊，就是淮河以北的河流啊，它半年它不开，然后要冬天以后就不开，它积累了很多污水，在汛期低量洪水下泄的时候弄不好啊，它污染干流。淮河这有个洪武灵活调度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建立了一个这个水质水量水深的这个调度平台。最典型的例子是03年过河污染调度，就河南省开封化肥厂突然几千万方的高浓度的污水，通过用这个数学模型算，这个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这是实战，这个模型实战了，这是这个非常成功。这个我讲的只是这个前面重要的数学模型，下面我讲一下这个湖户关系。前面讲的就是干流，就这些的主要是安徽段的。这淮河到了这地方了，进行了洪泽湖了。这个洪泽湖是回避不了的问题。这个现在洪泽湖治理十六，现在还是马上做的工程，这一个叫丰田引河。淮河在这个地方大概是13000的吸量，这个从这个地方绕一圈进入洪泽湖，要60公里，在这个地方开一条丰田引河5430。这个现在淮河这个地方不，2020年最多过8000，它设计是13000，实际上只能过8000，所以这过了超过8000，在去年它就超保证水位，这是第一个，这一号工程。第二个工程呢，这个地方热海水道一期不，这块一期不是2200期吗？在这个地方，论证了7800，现在热海水道二期是7000，这个两个工，这个大概要花，这个热海水道二期工程要花400亿，还是很大一个大一个工程，这个少就钱少一点。这个两个工程做成以后呢，淮河啊就是这边入江12000，这个入海7000，热海水道这边首波干管总储还有一个1000，这边还有个丰淮日益。相机这个词啊，我叫相机，就是有时候可能干，有什么干，相机3000，这样淮河也这么一个。这个四川洪泽湖，还有389个围子，还有几十亿洪量，这样是形成我们一个洪泽湖的防洪体系。我们画出来，这个四川不是这样完了哦，这四川还389个围子，38个围子分成几处，这就是我们洪泽湖现在防洪体系。这样那个，这样综合治理措施就这么一个措施。这个措施是一直以来淮河上主要的措施，但是呢，争议也很大。这个民国时期，这个张謇就是倒淮，一会儿说这个开始他倒淮，这样7份入江，3份入海，最后又变成七份入海，7份入江，3份入海，入江入海，来回摆。这个世纪之争，这是个世纪之争。到了这个另外一节，这还是洪泽湖维持现状，就是入海入江的吸量问题。三分入海，这个江海分收到底怎么个比例，这是有争议的。就这在这个洪泽湖维持洪泽湖这个前提下，这些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一个主张，就是活湖分离。活湖分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这个淮河洪泽湖干脆恢复到1128年以前，活湖分离。恢复日海通道，一劳永逸解决洪泽湖的淮河的紧凑问题。我用3句话来解释吧，就是活泄活的洪，湖泄活泄活泄活的洪，湖蓄湖的水，活水不放湖水。这就是活湖分离。活湖分离用3句话来解释，叫活泄活的洪，淮河泄淮河洪水，这个湖水洪泽湖。就洪泽湖水，活水不放湖水，这个活湖分离啊是个大，这要改变1000年以来洪泽湖的格局，涉及面太大。这个从清朝开始就争议，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这个硬开了几轮工作。你比如第一轮就是前主席，领导这个搞的湖广去零三年大水以后的，后来安徽自己，这个这是我负责的，也开了一轮工作。和第三轮这个韩继威认识牵头的，也做了一轮。这个最近刚完成的河河大学钟平安教授牵头的搞的这湖广，这里面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不过韩先生，我们做了些工作，觉得这个湖湖分离啊，效果是非常好的，确实能解决淮河很多洪涝问题。但是这个，这是他们这个关键研发项目里面也涉及到提出来的防洪、水资源、水生态这个问题啊，面很多。公平来讲，目前管河湖分离的工作，不管是赞成的也好，是反对的好，做的都不深入。我感觉啊，这个东西呢还不能终结，还是要进一步研究。这个总结一下吧，这个在第二次智慧高中中呢，我们这个通过淮河特性的研究、大系实体模型的研究、兽学模型研究这些手段和方法，才扩大淮河中游洪水出入，实施河道疏浚，优化西红柿布置、洪物调度，改善淮河与洪水湖的关系方面，提供了手段和方法，为治淮19项外工程、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提供了有力的方案，提供了优化方案。很多工程的这个审批啊，无论到水利部还是到发改委，但我们这些成果都是支撑，成果有力的支撑了淮河的保护与治理。这个呀，最后讲这个第四个是面上治理。我们讲这个，我刚才讲一下这个治淮，因为我们水利厅总共金总他有一次，我们一直在淮河上，他跟我讲啊，半夜啊，哎，我感觉这个治淮呀，叫大头，这治淮的大头工程呢，应该是这地淮二期，这肯定因为当时计划应该是治淮的二期第二高，这个第二次治淮高上做的。但是我们这个这一代人有心的，给你这个制造的前果是，因为这个我们前啊很多治淮这个一期工程呢，到了91年以后，它在加固呀。首先我们91年五大水库全线加固了。第二个呢，好多半拉子工程，里边我们的这个李广刚、马五杂、淮洪信都是半拉子。后来半拉子工程要做，我要把前老先生做的工作，我要好好学习一下。所以我们要有机会理解当时他们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些工程做得不好呢，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当时的一个是一个科技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经济基础不如这个。还是这个经济基础不弱，但是按照现在肯定不会这样做的，不会这样做。但是这个随着科技的进步吧，我们的淮河治理的要好。另外嘛，就是面上，淮河治好根本体会在体现在面上，要保证的淮河的长治久安，要保证过量粮食安全，面上治理是很大一块。原来我们往往这个因为这个国家给钱，都是搞骨干工程。干流这个面上向来投入国家投入比较少，要不要少？这各省自己在搞，但是就这样，即使这样，这个成绩啊，这个4省呢不一样。安徽稍微差一点，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尤其江苏做的特别好。这个，我们安徽呢也做了不少工作。下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面上治理工程。这淮河流域是1.91亿亩耕地，以10%的耕地生产了20%的粮食。每年向国家供应的上份粮这1/4，应该是我们国家粮油基地啊，是粮仓。江淮属天下足，这是自古的话，江淮就是我们这一块，江淮属天下足。这个江我们这时候损失了，国家粮食安全，尤其现在更为重要。那总书记那次治淮河的时候，我前面引去前面还有一段讲话，就是讲粮食安全的问题。现在讲水利，就是我看总书记讲话和穿听的这个前面有很大一论断是保粮食安全，这个流域的水旱灾害直接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就是53年开始，淮委就非常重视这个出涝问题。这个1953年，淮委这个为了解决淮北地区的脱水出涝水文计算。在这个淮北地区搞了清沟试验站、进水试验站，从此
开启了咱们国家水文实验的先河。七十年来，我们这个气候实验站的系列是最长的，即使在文革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也没有中断资料的观测，年鉴我们都有。那是这个这样的东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上上还给了我们这些钱，才我们这样专门开了一次会，所以这个资料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可贵的，为我们国家水文实验的这个发展做出了贡献。这里面做了几个样子工作，我时间不长，我就不分享。一个是对淮北平原面上排水对水文形势的影响做了研究，揭示了淮北平原这个农田排水效应这个机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它是后面我们讲水还要讲那个农五道沟的，这个我这个两个站差不多，它主要搞四水转换大水文，大就是水文四水转换规律，还搞揭示了这个四水转换里。集这个集中日这个集聚焦日四水转化规律的研究，啊，揭示了一系列的淮北地区降雨径流关系。这个特别常向我们的老前辈金总、金光炎老先生，金总是我们的老总工，金总这个水文统计原理和方法，这是我们这个开创了我们国家水文统计理论方法应用的这个基础。老先生还健在，这个。对我们这个水文统计，对我们淮河上，对我们单位，对整个国家，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他是培育了一代人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后来建立了新马桥实验站，那个和对面就是这个新马这个五道沟实验站对面新马桥实验站，这个实验站现在改成这是省部共建，改成淮河流域中心实验站，主要解决淮河流域地区的这个农田水利问题。这里面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说确立了这个分出排涝这个标准呐、这个中游农田排水的三项指标综合运用啊，这张表就是做了些工作。另外呢，这个旱涝监测的这个农田排水体系啊，也是排涝。另外我们觉得这个关于抗旱，这个李部长。现在是你省长来了，在安徽当了市长，他就4年，哎，两年旱，两年涝，两年大水，两年干旱，一年没消停过。这个因为江淮地区这是过渡带，就这样的，怕它不是旱就涝。现在就这话叫旱涝基准。我记得那一年是你部长过年的时候都没叫我们有那个有这个舆情的，还在搞这个抗旱规划嘞，还没来还没去搞，又发大水了。这个。过年我们在忙着那个抗旱规划，所以这个地区我们抗旱也是我们一个很大一个问题。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叫皮子行灌注，皮子行灌注是新中国建的第一大灌注，有1000多万亩地，这是安徽第一，全国第一。这现在这个有效这样有1000多万亩，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产量占到我们省的1/4。水稻是1/3，这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皮子行灌注有很多特色，那是较高疏的建筑物。它首先呢，它以这个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50年做的六大水库，负责林为头为龙的这个为水源，以横排头、红石嘴、龙沟口三大出手为这个出手，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沟通。匹河、四河、杭浦河，这个杭浦河是长江流域的，这个匹河是淮河流域的，这个三大水系，所以叫皮子行灌注，形成了蓄引提向以后的长藤接瓜式，长藤接瓜，这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长藤接瓜设计排水提醒，就是这个它的规模。第二个呢，它这个皮子行那个多，落差大，垂直落差100多米，建筑有多少呢？有6万多座，沟通江淮。80%是自流，这个其中20%，我们淮河上这地方这个安东方塘也在这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是自古就是灌溉村民的，这个地方皮塘关是安丰塘，今天时间我就不讲。这个很多出席很多的建筑物啊，被列入灌注建筑物定性设计的图集，其中的红白头，这是前两天我们家人家老人让崔连长在那去照的，新的前几天照的个照片。
不到一个礼拜，专门为我们这次会议给我们照的，还是很漂亮的这个，这是重新加固后的这个红白头，这红白头是应该讲是我们除夕节的晒红的模板。前段时间这个水利报还登了一个这个晒场的晒机环卫的主任这个谭富家谭老先生逝世，就是他设计的，谭就作为一个这还有很长一个报道，谭主任就是他设计这个红白头。58年设计的，这是个典型建筑物。谭主任那时候也就20多岁，这个除做这个平常的惯的除夕啊，这个建筑物啊，除夕建筑物的特点。为了我们这个为除夕建筑物，包括现在的建筑就惯主现代化改造，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这些，因为我们讲了50年做的工程，都在加固。通过我们这现在做的主要工作，加固过程中对它的建筑物进行提升和改造，做了大量的水模型实验。你就横回头，我们做了3次了。另外，我讲一个这个现在在做宜阳机槐工程，简单介绍一下。宜阳机槐是安徽一号工程，安徽一号工程，这个也是要从这个规模来讲，是仅次于南水北调第二大流入调水工程，第三个接着。仅次于京杭大运河的第二大航人工程，大家将来这是在这将来这个工程以后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这宜阳机槐呢是一项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的为主的一个工程，这个它一个是主要的是供水，剩下的这个就是航运。这宜阳机槐啊有从这个长江开始，一直到巢湖，到江淮沟东，过淮河到河南到豫东，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就因为这1000多公里的河道，就把这个赣主啊，又这个换了个直白的讲吧，它挖断了一半的条河流，就宜阳机还要跟我们现在一半的条河流要立交，这是个不是一个小数字。现在这是第一。你这个将来这些建筑物怎么水要进的水，它把水系打乱了。前面我们磁化井河其实也有的，我们也仔细讲，这个也一样的，这个没有它那个大，这个是100多公里，这个1000多公里。你想想这个人类的水系怎么重新安排，是个大问题。也不能这么你它的效能防冲，它的洪水也出路，你怎么去安排它这个？第二个呢，这个它是个航人工程的，你怎么来保证航运？从我们水利工程上讲，本身安全也要考虑；从交通来讲，一个水对着冲，航人工程不安全。所以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里面有很多科技院所参与这个工作，包括中国水科院、这个南京水科院、天津医院，我们5、6家单位开了一年时间，这个做了很多工作。这一块主要是我们在做的，我们通过3维的水动力模拟。这个河工模、这个水工模型、河工模型等等吧，成功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因为这工程正在做，我想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另外，我们在这个流域在方面呢，就是抗旱，抗旱就是因为就是即使做，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这个在五道沟啊，包括这个淮北地区的灌溉制度啊、灌溉定额啊，什么啊，做了不少事儿，就不怎么介绍。这是讲的这个面上治理。最后一部分呢，我就讲一讲那个展望。这个总书记啊，2000年8月，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的时候，调研讲了指出啊，要把治理淮河的今年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实现的淮河治理方案。这个总书记前面还有个前面讲话，第一个就讲粮食安全，粮食安全这个，所以这个无论是洪涝吧、干流治理、支流治理。就是牵涉到一个是老百姓的防洪保安，这个就牵涉外粮食安全。这个我就这个，因为这个淮河之后，现在淮河治理啊是综合治理，三水田林漏湖淘沙，这个一堆一这个很就是综合治理。这个我也讲不好这么多，但是从这个洪涝的角度，我提几点这个思考，这个也是被水利部啊列入这个下一“十四五”更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这个淮河的防洪的规划，或者说是这个水利部的这个科研这个规划里面也有这个。第一个分级治理，
叫分机治理。淮河上什么叫分机治理？大家有一个很不了解的现象，比如说，2022年淮河的洪水实际上是就多少嘞？就10年一遇，结果使用的信息洪珠跟2003年、2007年一样的，这个不能说这个是问题就解决了呀。10年一遇的洪水，这个开启洪珠和20年一遇的洪水是一样的，都讲发大水的时候都讲。人家不，后来呢？我记得男生连准人讲，你的这是媒体上才讲，实际上这个他不知道多少年一遇，到后来你算到账就知道了。他是淮河就是我尽量少开泄洪柱，把淮河淹到最高水位，不行了我再开个泄洪柱，不行我再开个泄洪柱，所以他确实一直在高水位运行。有的地方像去年小柳巷下就炒这个什么炒保证水位，洪泽湖都是空的，基本上我中游还炒保证水位，这个就是。小流量高水位长泥石大淹没，这是淮河上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从思路上讲，我一直在讲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目标。原来我们要提出来，这个提出来叫中等洪水治理。现在淮委把这个提升了，这是淮委提出来的分级治理目标。我觉得淮委提出来的目标比当年我们提出来的这个中等洪水治理，我们当时提叫中等洪水治理，淮委提出来分级治理，他这个是。意义更深刻，所以我们现在去按照淮委提法，就分级治理，分级治理到底怎么分级治理法？比如说我们按我现在我设想，就是8000流量，就是我现在做的模型，正阳关水位8000流量，第一个不使用泄洪柱，第二个这个淮干的水位比山体洪水降1米，是不是这样？我们一个目标。当然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研究，这样呢可以减少这个灌煤烟。我前面讲了淮河上。一个是水位高，第二个要命的是历史长。这个历史长就是你有时候搞得不好，你夏季淹了，秋季种不下去，一次发水淹2年，所以这个缩小高水位历史，应该是下面我们治淮人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讲的分级治理的第一个概念，怎么去分级治理？这当然到底是分2级。我们来提出来是一个中等洪水，我们、哎、这个现在淮委提出这个，这是已经上升到国家目标了哈。原来是我们安徽提出来，这个分级治理，应该这个应该水利部的，这个应该是国家目标。第二个就是农田标准治理，就是面上支流、干流怎么衔接。2020年洪水引起争议，好多人就说。那这支流治理水泡的干流来了，问题是那支流要应该治理，我又我讲这当然支流治理会加速这个洪水这个传播，但问题呢支流不能不治理啊，问题是支流治理以后干流怎么办？不能说我这个饭店真的早五十开了，来60个客人我不要了，你这个总讲不过去吧？还有安徽的中游方案标准，这个排涝标准是5年，下面江苏都10年15年了。你不能老要安徽都是5年啊，安徽老百姓他也脱贫致富，也奔小康，我也要弄到10年一遇，我弄到一年十，我把水弄到干流来了，支流了，这就能干流了。现在比如说干流1万，到时候干流就不是1万了。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正在研究，那可能变成1万1万1了。到时候我现在又不够了，所以怎么去衔接这个标准？面上排涝，支流排洪，干流排洪，这三基。怎么去协调？这个回馈反应怎么去？就接上，我感觉啊，这个一直，这个就现在这个治理啊，没去把这个事，没有把这个弄到一块。搞排涝的时候就管排涝，其实都是三块，这一块不是排涝，我们就讲洼地治理。你看38呀38呀，为什么叫38项工程治理？这一块管排涝，管排涝的时候就不叫不管支流，管支流就不管灌流。能不能把它变成一块了？现在到现在了，我想这14、15块更两段时间，要把这个三项80项工程一点一点的。我刚才讲点线面是不是统一考虑、系统考虑？你们别研究排涝时候管排涝，管那个洼地治理管洼地治理，重要支流管重要支流治理，干流治理管把这都不相干。其实他们是有互馈反应的，不从水文基础上是这样的，从科学上也是这样的。
你夏天面变了，你必然这个产货流发生变化了，这个干流顶脱了，上游产货流也变了，所以这个从科学上把这个算清楚，我感觉啊，智慧让我们智怀提升到一个高度。我们再来你这个你部长当李省长，他就提这个问题，我们做了些工作，这个成果有一些，现在还拿不出手，现在希望这个。大家能合同研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对淮河治理我觉得很大一个贡献。第三个问题啊，这也是困扰我们多少年的世纪难题，世纪难题啊，就是湖湖关系。这个李部长、李总理一直强调要通畅为缕，这个通畅为缕，这个现在我们讲丰田引河日海水道马上就开通建设了，我想日海水道。这个丰田以后建设以后，会对淮河中游，呀，这个防洪隔竹啊，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个也是这样的。现在日海水道13.5英，这个丰田引河的标准6.7千开，也是这样的。国改国的这些水啊，这些工程呢、啊，都是。单独规划设计的，然后呢，使用标准规划设计的，那环洪泽洪这些工程怎么调度？感觉还是要协调的。我什么时候报？是不是联动？现在用科学术语叫协同。这个，因为这工程建设牵涉的面比较多，一协同可能就产生问题，就是在行政层面上有些争议。这工程建好以后，这个协同还是要有。第二个呢，这个从张骞，张这这个三分入海七分入江，到七分入海三分入江，来回这样来回倒，到这个到底入海为主啊，入江为主？我感觉这个问题啊，还是可以研究。我们不一定说入海入江就得活活分离。我有个想，我也有多少年，我有个困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如果日海水道到了7000，丰田引河做了也可能够5000以后，我们还是可以用日海为主。日海为主，我不是说日海海限量为主，日海水道是7000，这边丰淮之一也有3000，这家里也有10000呢。日江水道12000，它还有出现入水，如果搞得好的话，基本上达到了江海分收这样一个，让我们达到了江海分收这样一个。一个能力了，就是如果丰淮日一再做一点呢，就是日海能干1万，日江也7万多。他说我可以让日海先用，让丰田和应用，让这个比较近，因为这个做日江水道还有一个江淮并障问题，还这一个这这个这个出现这个日江水道冲出来，这里面也很复杂，牵涉任何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啊还可以研究。这个我讲前面讲的活活分离。在现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重视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这么个前提下，还是有困难的。但是，合理的利用这些隔竹，做到江海分收，甚至以日海为主，我说这个目标还是不难实现的。也不要一概的排除，反正这个研究一下，也没什么大问题。我希望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做了一些，也家里科研单位也做了一些，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做的东西我自己也不满意，其他做的工作呢，现在因为这个因为切身面比较大，又要资料啊支撑啊，这是个大难题。这个或者说至少是从清朝就开始的，是世纪难题。我们希望呢能有更多的这个关注淮河。这个热爱淮河的这有识之士呢，来共同这个把这个河户关系这个研究啊，因为解决这个问题了，不论是安徽也好，江苏也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别，不要老嘀咕着。江苏就讲坚决不能河户分离，安徽讲河户分离可能还好点，这个老是嘀咕着这不是个事儿。我讲是把这个事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一个比较，要让各方幸福的。这样一个比较科学的结论。
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一个努力方向。这个也，这个讲了究竟讲了90分钟哈，这个不一定讲的正确，因为我站在我个人的这个角度，站在我这个无主要转研究中游，在整个流域啊，还掌握也不是很全面。这个如果讲的不对的地方，或者片面的，或者是有偏颇的地方，哎，这个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好，那个于院长辛苦，那个花了87分钟，那个主要是从1951年以来，安徽水科院到现在那个近70年啊，那个一些主要的一些工作，主要是聚焦那个淮河流域啊，那个洪涝干旱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于院长，现在那个聊天那个地方有几个问题，您能看得到吗？要不我来念一下，你回答一下。你这老是把我这个，幸好我很熟，要不然就把我老把这边盖住了，我的啊，眼有点眼花看不见。也那我提一下吧啊，就有一个问就南新大的吴继峰老师啊，有个问题说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目前那个就是淮河流域啊，那个就是夏天降雨啊，就是很快就下下了以后啊，很快就没有了，就是请问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像它下升的很快，就是以前呢，就相当于有降雨了以后，地面上还是有滴水的，就是这是什么原因？就是下升多了。我一个回答吧，哎，对，你看嘛，就是，这个王家坝以上啊，这不是在王家坝吗？王家坝以上，它是说是上游，河南省说是上游，这个王松王这个淮河这样分的，王家坝以上就是壶口口，就是豫皖两省交界地方叫中游，下面的洪泽湖入口高粱这个我告这个中度。到中游，下面叫海。这个三出的淮河的洪水有几个地方组成？一个是局部暴雨，刚才你讲的局部暴雨，就是一场洪水下来，局部暴雨。第二个呢，就是流日性洪水，1954年、03年就从头下到尾这种流日性洪水。第三个呢是江淮梅雨，时间不长。还有一个最要命的，就是这个台风雨。你比如758洪水，那在春天吧，郑州是春，应该是春天吧，春天去年七五去，八，七五八洪水和春天的洪水是一样的。你河南人的河南这个地方啊，这都是这样的。你这个，我们这个台风雨，因为这个淮河流域的这个地形，这边是红白山、大别山，那边是这个还有太行山，这个洪水这个水汽啊，过了以后到你那地方出来了，在那地方就全部下来了。但一般来讲，暴雨就在你们这个暴中有几个，我们大别山一个，你老这个河南那边有一个，所以这两三天这个是场次降雨是有可能的。淮河流域的方水有4到5种暴洪水组成，因为前面我有个片子，但是我没讲，所以你那个讲的是其中之一。所以两三天是走不掉的，淮河洪水最长的也走3个月、4个月，120天，20天到120天。还有一个呢，最近河南，我们周后河南同志，因为河南是三出啊，你们那个地方的笔降是我们的好几倍啊，你那个笔降是千分之一、千分之几的笔降，我们这是万分之几的笔降，所以你那洪水一两天就到安徽来了。后来这个两2020年，有个电视台记者问我怎么是这样的，我就说了一下，河南省往安徽过水。安徽往江苏洪泽湖进水，就像那倒酒一样的。河南往安徽倒酒，倒啤酒；安徽往这个江苏倒酒，倒茅台，一点点往下滴，你这一下就下来了。对，这个笔江变化太快，你再讲。他后面还有一些，还有另外一个叫理想的一个问题，他说是，20年啊，他那个他们老家被淹了，那个就是，假如说，淮河流域再出现91年这大水，那么我们那个淮河啊，目前的那个防洪工程能不能抵住91年这么大的水？
能听到吗？能听见。这个，如果再发生91年的洪水，就是对是这样的。这个首先第一个要从几方面去看。对，这个按照现在这个，因为这个我前面讲了，石怀19项固案工程已经完成了。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石怀这个38项工程呢，仍然是要求是中油投资500亿。嗯，可是啊。实际上八个并没完成，并没完成。嗯、这个我前面讲了，上面安徽段这个正，这还有一个淮，还有一个下过段，下面还有一个洪泽湖，这个整个没动。假设现在再发生九一洪水，第一，地方加固的很结实，最终这个从大的防洪保安角度上，肯定是比91年好得多，这是第一。嗯。我们现在刘万刚洪水控制工程嘛，这水库地方加固是从骨干工程上没讲，这没问题的。第二个呢，这个下面热河水道也过了2000多，这样洪水问题下面比91年情况也好多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淮中游的这个我们淮北大地加固也很好很多，但是总体来讲。这个淮外这个38个工程里面的面，我先讲点的工程加固的不错，面上的工程呢还没有完全完成。如果现在发生91年洪水，91年的洪水可是比2022年大哦。我前面讲2022年的洪水损失也不小哦，所以如果再发生91年洪水，损失仍然会很大。所以治淮呀、还是任重道远。对他还是非常难，非常难。他还有一个吴奇明老师有个问题，他讲就是说，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那个水利方面的一些，比如说信息化、智能化跟那个数字孪生、市语方面，我们那个就是安徽水科院那个目前有哪些方面，比如说无人机啊什么，能不能介绍一下？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省里面的信息化建设是在我们在搞，我们在配合这淮河是先行嘛，淮河是这个中国水科院这个他们检测组跟我们自动化所配合起来，这个在搞，现在搞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还有一个问题，省里也在搞这个引江济淮，搞一段再弄。另外这个我们省里信息化也是比较好的，就是水能控制，就是监控这一块。虽然监控这一块，原来我分管水资源这一块，我知道，对上报力，就是这个连着几年我管是这个连着几年我们水利厅的代表这个代做发言，我们安徽省确实前3名，都是这样的。做的我们的信息化，我们这做的还是不错的。对，那另外有一个老师孙志涛老师说的，问一下就是皮沙灌区啊，目前那个除涝方面，我们那个应急的进展怎么样了？皮子行这个，皮沙灌区地下水，皮子行因为这个我们前讲了，皮子行三丘是淮河的涝啊。淮河涝这个淮河的涝沿淮涝这个我有一本书，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淮河的涝的面积在哪里。这个我们自己算了一遍，淮河涝面积很大，主要在哪里呢？在沿淮，在信息洪区，这个在淮北和沿淮这些支流，这淮管的口，这个少量的。皮沙行灌注的核心问题是旱的问题，涝不是主要的。对，因为它是三株嘛，是吧？淮河的涝很重，它主要不是皮沙行灌注，它在我们这个淮河以北、沿淮洼地和少量的，比如淮河这个有这边有的话，就是史河口、喜河口那个口子，一部分在河南，一部分在安徽，这个不是我们主要的问题。对，好，还有一个老师，那个张金岩老师提的一个问题，说的是，前面讲的就是蓄蓄兼筹，后面呢又是排泄呢要加强。那么，实际上淮北平原呢，就是水资源相对是短缺的，他说是不是可以，尽可能把那个洪涝这个当水资源来洪水资源利用，特别是在黄家坝附近啊，有没有可能建个大水库或者地下水库，把洪水蓄起来？你有没有什么评论？
这个早些年，我们水星专门列个，要这个洪水自然化。对，这个项目启动是很热的。嗯，这个上面王家坝上面，现在河南省修了出山电水库，哦，就是一个这个呢，他讲是控制洪水，当然嗯，也控制洪水，主要是自然化，呵呵，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也有这种思路。问我们前面讲了，我们是消防出现60个亿，60个亿啊，这个把60个亿都输起来，那咱不岂不不要搞以江以淮了吗？要知道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有一部分工作，比如我们刚才这个张所长讲的，在陈济湖蓄洪区啊，陈济湖蓄洪区是30个亿，三十个亿呢，现在有些地方这个分出蓄洪，有些地方啊是，在咱们淮河新蓄洪区。我知道你，我就讲讲淮河的新蓄洪区怎么来的啊？淮河是怎么来的？淮河的新蓄洪区可不，它当年它是耕地啊，它是城市啊，它是脏源呢、啊，因为黄河把我干流淹了，这个水筑积起来，把它变成了这样的东西，就是来水的时候有水，这是脏源。历史上黄河泛滥。造成现在我们淮北地区的，凡是有的湖泊，历史上没有；历史上有的湖泊，你现在找不着。它是这个，这叫沧海桑田，这整个黄泛，它整个在这个，我们从沙运河一直到榆次的，这整个在这个黄河在我们这个淮北大地上滚动，就这样的。这些新洪珠，你别像南子湖，当年都是土地啊。这些洪珠，它本身就是良田，力量就是良田，所以这个。为了解决这个粮食问题，你把它一部分围起来，一部分把它蓄起来，所以这个我前面讲西红柿三个一部分嘛，对，他讲的是对的，有一部分西红柿，比如说这陈济湖分出蓄洪是有这个的，总体来讲，这不是大的思路，这大的西红柿红西红这个陈济湖这一块是有分出蓄洪的，少量的，但是这个代价你想这个代价这个发改委。现在我把不是我上海六房地把它变成淮河滩地，房委都不干，你把它弄成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又要引江济淮了。我们知道这个淮河的土地还是很肥沃的，这人口有点多，所以这个常年被淹没的地方，应该是越少越好，这么个意思。还有一个尚老师啊，那个提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安徽水科院啊，那个五道沟啊，近70年来的那个水文水资源实验的资料非常丰富，能不能再介绍一下目前的那个在这方面科研方面的最新进展啊，或者最新成果啊？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这个好像过几年，五道那沟是我们这个原来这个62套地质政策仪，这5米深的，以这个为基础做了很多占70年的工作。这个现在是列为这个水利部共管共建的这个基础这个重点站，我们引进了德国的这个郴州市政策仪，径流场改了，这个面积扩大了一倍。现在还是扩大，这个原来是研究这个纯的水问题，四水转化。现在因为用这个这种增生仪啊，能研究里面的这个介质、溶质，可以研究比如说有施肥产生地水污染，这样农药化肥，这个整个水从单一的水的水势循环，变成这水生态、水环境，这个他们现在做的工作还是比较多的。好，那个中山那个淮河设计院有个老师问了一下，就是说你刚才最后展望的时候，淮河中游分级治理的那个标准具体是怎么确定的？哎呀，这样的，这个分级治理标准，这个国家确定。然后呢，在后面来设计这个啊，我说说吧。这个分级治理标准，我们想啊，站在中游的角度，原来我还认识我们提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原来想，蚌埠以下不行降2米，这个蚌埠以上，这个中小洪水降1米到1米5，看着这一轮下来有些难度。这确实有必要。这后来我们现在想，要分析，这是要研究。现在我们想是，我们提了初步提了一个标准，现在这个基金项目提出来，
这个分段的研究吧，以正阳光到棒部这150公为例，在星空中不使用，这么首先第一个条件在星空中不使用，第二个呢，通道流量是8000，星空中使用是8000，我这个干流水位能降一个1米以上，现在中石公司他们降50公分，就是这样一个标准，这个可以采用两种手段，我们做过一个工作，第一，降低沟口水位。两个一米，第二才是严惩肃静，保证差不多1000平方公里朝上，1000平方米朝上，这工程量并不太大，就会达到从蚌埠到正阳关这一段这样一个严惩水位，中等水位能降1米多一点，比夏季洪水降一米多一点，这样这个标准最终是要研究要讨论的，这是我们这也不代表我，这也不是代表安徽省。这是代表我自己这个一个想法，我写了些东西，这个是探讨这种。还有一个那个珠江科学研究院的，也就就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那个回合流域啊、干支流、上下游这个洪跟涝的治涝标准啊，怎么个协调法，然后使得那个洪水出路更好。这样我前面讲了，这是个难题。现在我们安徽这个地方的排涝标准比较低。现在我们想，我们来做个工作，你面上，直到5到7年，面上直到5到7年，完了直到我们看一下，这个支流，比如说我以沙堰河流入为例，它的沙堰河流量也是增加的，增加一部分，所以我本来安徽省的沙堰河流域的这样沙堰河要疏浚一部分，这样我们有一个受，这个沙堰河疏浚了以后，它的泄量，它又增加了，比如我们当时是以2013年为例，正阳关流量增加了7%左右，增加了70个流量。它是这个地方有概率的概念，概率概念就是淮河上现在关门堰什么概念呢？就是真到硬的洪水的时候啊，为了确保干流，安徽省做了很大的牺牲。第一个就是行洪处淹了，第二个我们还不给排涝，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啊。还要为了保证干流，面上排了不能往，一个是你放不出来，第二个你做泵站也不给你抽，要保干流。这里面的标准怎么去协调？将来，比如20年一遇，就是20年一遇，我时不时可以抽水，我这个排不来，我给抽啊。这里面标准呢，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就建大泵站，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大泵站，这大泵站就往河里抽。现在江苏下面李家河里就是往里抽的。一发大水就往里抽，它很快就没了。在安徽这个，因为这个安徽在干流嘛，在中游，这个里面现在也抽，一个是这个代价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将来给不给抽，比如说洪峰来了，你再往里抽，增加干流的负担。这个里面我就讲一个配合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我可以自排，什么条件我会抽，这里面需要去仔细研究的。第二个那个现在第二个就是讲面上第二个支流。支流，我觉得你不能限制我们，就是干来了，支流不能限制我们。所以说这个就讲2020年洪水是支流造成的。所以支流，如果支流治理被干流造成的负担的话，那么干流治理，我个人认为那必须扩大。比如说我们蚌埠这个，所以我们提出来淮河中游，现在19项固案工程，进一步说38项工程。不是怎么叫法了，我们提了一个名字叫综合治理。我们想什么呢？这一轮38项完成了以后，干流要疏浚，进一步疏浚。疏浚目的讲的是何所长讲，何总讲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呈现你面上的标准，这个造成我干流的负担。第二个，我要降低中等洪水，所以我们叫综合。就是我本身我想我降流这干流水位。第二个呢，你因为你客人来多了。我讲的不好听的话，这个标准吧，我得要改造我中游，我把我房子要装修好，让我这个住的舒适一些。第二个，你多来了客人，我要来客人住下，所以我们的中游现在我们正在研究，中游要进一步治理。综合治理目标两个，第一个就是面上和支流治理对干流的冲击，第二个，中流的中等洪水水位要进一步降低，减少对干流的顶托，这么一个意思。我讲清楚了没有？
余院长，你喝的水问题还很多，后面我再跟你那个。讲，慢慢讲。还有一个那个邓涛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淮河流域河道的水库啊，怎么来进行协调防护和抗旱的那个那个标准问题？就比如说那个旱性水位啊什么的，就水库方面的，就这方面我们那个淮河流域水库有没有做一些东西？这个现在做是做了一些，这个在匹兹行业做了一个韦德河大学，他们都做了几个这个，因为现在呀、啊，这个多目标啊，实际上是很还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因为这个淮河的水库啊，这个水库调度，这个水库调度有两个，一个是这个防洪，啊，防洪调度，第二个灌溉，你这个。现在还有一个，你别让我们我这个五大水库，现在皖西水库成了合肥市的水源，主要水源，合肥人民都吃上了大别山这个水库一类水、二类水啊，不喝合肥的槽口水太脏了，不喝槽口水，喝这个大别山水，这里面那个怎么去提现行水位，这里面牵涉的问题比较多。我举一个很例，就你拿一个问题来说吧，拿洪泽湖来比吧。这个我熟悉一点，因为我研究这个。洪泽湖现在新鲜水位是2.5，或者是这个南有那边这是3.5，但是江浙省提出来呀，提到13.5，提到13，这个恐怕安徽省它有些顾虑，怎么去研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淮河是旱涝基准，这个东西现在很难讲。因为这个我就讲吧。2020年，我们正在这还是抗旱嘞，我们2天时间就开始防涝，就开始抗旱了。这个研究过研究，这个安全问题啊，还是个大问题。老天爷的事说不清。这个，我记得有一年，这个淮伟那是前民党主任的时候，他就讲一个，讲的现在这个一来台风，这个就水库调度。这个台风在太平洋上，你就开始放水了，结果把水库放空了，台风跑到韩国、日本去了。这个东西我不反对科学调度，但是这些东西都没问题，还是气象问题，是我们没法掌握的。这如果我水电上人就用在这地方做文章，没人敢用这结果。这个钱主任那是调皮话，就调皮话。太平洋，你把水库放空了，结果不来了，你下半年不过日子了。再加上你把水库也有缺点嘛，水库修得很高，最后来不及放水了。比如我梅山水库91年，水很高，后来一下就下来了。为了确保水库，就把这个水库开得很大，把下面冲了一大回。所以这个气象因素，主要你这个问题做研究还是做了一些事儿，它是非常慎重。这个是人命关天呐。我这不是说清楚了没有？挺好。那还有一个西藏农牧学院的一个老师说，我们的淮河流域洪水预报的目前的那个工作情况怎么样？在那个洪水预报调度发挥作用怎么样？能不能简单回答一下？洪水预报这些不是，这个洪水预报是这个淮伟水文处在做的。洪水预报啊，因为治淮70年，这个淮河这些年，这个镇上大洪水。洪水预报，功不可没。就是看线上还有很多老师跟同学看，可以随时可以跟那个于院长再交流一下，直接提问就行了。线上的，看看有没有老师跟那个于院长在那个讨论讨论。直接讲就行了。要不我简单提个问题，就是于院长，就是说你根据那个近30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像对那个那么这个回实合验，什么比来的那一个个声音听房，不见，就是淮一河个流域声音老我听不见。师，能听得到吗？
就是你那个防洪那个淮河流域防洪这个你那个做的工作啊，你觉得根据你的那个体会，最难的在哪里？就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你35年那个经验吗？哎呀，这个难题太多，难题太多。这个水利啊，这个要拿出一个各方面，最难的就是，不是一个技术，我想最难的，不是技术方案难，难的是拿出一个大家也都能接受的方案比较难。这个倒不好弄，这随意性的。那个时间那个也差不多，看看那个线上还有没有老师要提问的，可以直接提问。这个是一个老师也太认真了。啊，没有啊，没有，那要不就是那个陈总，那个我那个主持到这里，那个陈总再讲几句话。好的，非常感谢啊，余安义院长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报告，对，让我们比较全面系统的啊了解了自怀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也知道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每一个阶段自怀都碰的这个都是。就是有大量的问题啊，从这个防洪工程体系的建设啊，灌溉体系的建设啊，到今天啊，又有生态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啊，就是还有这个区域之间的矛盾，哈哈，水和旱之间的这个转化的关系，这等等，所以非常感谢这个于院长的精彩报告。今天呢，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今天会到也就到这儿吧，也非常感谢金巨良教授的这个主持，还有这么多热情的这个听众啊，这好多老师都还有都提了很好的问题，啊，谢谢大家，今天会议就到这里吧，谢谢，好，谢谢，好，再见。好，再见。老板，我这个盖住了。辛苦了。啊，大家辛苦。于院长辛苦了，金老师辛苦。盖住了。对，于院长最辛苦。再见。期待下次会议，我们再见。挺好。水利学报开创了那个，就是我们水利学科的那个聚焦那个在前沿，出精品。我觉得这个大方向